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汽车是个女孩，我是雅晴。要说现在什么最火啊？公说公，婆说婆，相信大家一定都是争论不休。毕竟呢，处在全球化的风口嘲弄之处啊，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用的东西啊，实在是太多了。各自领域呢，都有各自关注的对象，谁都不能把谁打趴下。今天当然要说一说车市的新鲜事儿啦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聚过来哦。北美的车展还未实现开幕，本田呢就又公布了新一代车型，也就是第三代 Inside。 这消息够新了吧？谈到 Inside， 自然是本田一款非常有历史的一台车了。1999年开始推出了首款混合动力车型，以100公里2.8升的超低油耗登上了当时全球油耗最低的量产汽车首位，一举打败了丰田普锐斯。2009年2月，第二代 Inside 也发布了，直到现今呢，2018年本田又发布了第三代 Inside。 就这外观，思域、雅阁都不再怕的，吸睛又抢眼。它的前脸依然是沿用了本田标志性的飞翼式格栅，配合着 LED 大灯以及日行灯一起出演，非常的潮流而且酷炫。车顶呢，则采用了溜背的设计，线条自然而流畅，多辐射双色轮胎也极具色彩冲击力。车尾呢，足够简易，尾灯的内部选取了 LED 灯组，还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设计，符合混动车的定位，非常的干练。内里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、液晶仪表、一键启动、电子手刹等均是目前受欢迎的配置。 Inside 的锂离子电池呢，被安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，能够实现后排座椅的放倒折叠，实用性较强。并且呢，采用了 1.5T 加双电机的本田第三代混合动力系统，最大马力呢大致在212匹左右。目前美国预计售价在20,000美元起售，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130,000元的样子。当然，在未来也很有可能进入中国市场。而就这样的价格，相信对现在的雅阁和思域都会造成不小的冲击吧。各种大众神车直接秒杀，不知大家对此款车型还满意不？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。当然了，欢迎您留言转发哦。